兄弟们，最近这海绵宝宝变得有点聪明，正常套路已经套路不了他了，所以说今天要玩点不一样的，先变成个易拉罐，然后拿着易拉罐跳到沙发上，沙发上再把易拉罐塞到窗框这里，露出一点马脚，这是用来迷惑他的，然后我们再跳到床上，藏到一个他发现不了的位置，就像这儿，兄弟们，这个位置是不是绝了？哎呀，姐哥，你到底藏好了没呀？我听到声了，在这屋呢。这海绵宝宝耳朵挺好使啊。那你看，那不必须的吗？夸你两句，你咋还上头了呢？上不上头我是不知道，就是这箱子咋就一个书柜上有呢？啊！你在这耿耿啥呢？你看看这边，哎，还有个收音机呢，浮空了。这个你看看是不是我？哎呀，你还别说，这收音机还真浮空了。不对呀，这收音机浮空了，声音咋还在我身后响了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，这易拉罐咋还跑窗台上去了呢？你小子又想骗我，这波让我抓到现行了吧？哎呀妈呀，你啥时候变这么聪明了？我一直都很聪明，好吗？真聪明啊，这孩子太厉害了。姐哥，你到底变成啥了？变成啥也不能告诉你，你就找吧。你就告诉我一声呗，你到底变成啥了？变成啥了？变成啥了呀？耍驴我也不告诉你。我操，你咋知道我藏这儿的呢？我不知道啊，刚才瞎蒙的。